把坚果给我，带来点好吃的。那个地儿叫啥来的？阿里郎广场是吧？应该叫阿里郎广场。姑娘，那块有一个什么滑梯，好像有四层楼那么高，你敢不敢坐？去挑战一下，那个有四层楼那么高，跳下来，还行上去吗？这就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。去吧，妈妈。我瞅着都打醋啊。上去害怕了。你从哪下来的啊？害怕了。啊？往上瞅，别往下瞅，知道不？就抬头往上瞅。你在几层下来的呀？看到了熟悉的三个人。哎呀！好像有点松了。你们猜猜我姑娘在哪儿？最顶上了。对，最顶上了。我看见了，跟俺们摆个手。是吗？啊，大娘。大娘。哎呀妈呀，我姑娘。你长那样都快。嗯呐。哎呀妈！哎呀，鞋掉了再说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鞋掉了，孩子。鞋都不要了，你说这……哎呀，这太……鞋掉了呢，扔下来，别扔下来。那小朋友帮他捡的鞋呢？这鞋不太跟脚啊，上去了，我姑娘鞋掉了。他下去了。三个热心的小朋友帮我姑娘捡鞋呢，捡完之后掉下来了，然后下面又帮捡。害怕吗？害不害怕？我不坐了。把他们给拿着呢。我都没看见你叔了。头掉了。哎呀，谢谢。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哎呀，真棒。谢谢谢谢。给拿下来了。太讲究了。装那俩鞋子。他这个鞋没有鞋带，他把鞋带给摘下去了，不太紧。害怕吗？我都不知道我要坐三楼的。完了，上去了不敢下来了。悄悄，悄悄，你把着点，妹妹。下不来了，来，把着姐姐一起。把着姐姐。妈妈，你撞过去。对，背着的，对对。哎，对，能不能有？不要，不要！你别，你别一起！俺们走了，拜拜！拜拜！就这个吧，我放下皮了。奶奶来一个吧。来一个，来。拿湿巾擦擦手再吃。回家路上碰到一个超市，进去溜达溜达，人家好像要下班了感觉。我这大榛子挺好的，装点。老师吃棒。楼上也全是好吃的。啊，这些好吃。这完了，都他该吃的东西。咱们走吧，别让奶奶在车上久等。谁是老伯伯呀？老伯伯，我拿这儿吗？这还有你最爱吃坚果呢，这啊，忘了我都。你怎么又不吃火腿肠呢？这不是火腿肠吗？是火腿肠。那你说你奶奶那边买不吃？